你好。你好。张喜欢欠文台下去。哦，林先生哦。没关系啦，不要紧，那小块代志嘿。啊，另外一个问题咧，从咧会八戒话啊，伊我听恁的建议是讲讲是幼苗起的用啊，我那那那结果起开始要来长期来供应伊钙的来源的话，啊用咧四美八戒，啊加十七号普乐特安尼，加食加油加管的安尼，敢会使？你种玉米番茄吼，啊，要用几倍安尼？好。啊，你上上一关用美术。嗯。啊，因为你个讲说你用迄个气味相当啊，真正欠咧，你讲相当啊。无咧，我迄阵是听阿爸师讲的，我都唔敢提咧。哦，安尼哦。讲有弊啊。哦，好了，没关系啊，无你等下和老师阁讲者。如果你也感觉讲啊，说你用不完也可以的话，你要讲换再过来换啦。哦，我是讲你讲用美术是免怎用法，你也用法。OK， 好。个就是讲四美八钙长期来用啊，一年会去上到老化的这個问题。我觉得疑虑啊，啊，就是讲加普乐特十七啊，无这两包唔得用偌久诶，吓啊！啊，咧特定诶时阵啊，我是拢一礼拜喷一开药面肥安尼啊。嗯嗯嗯，好。OK， 好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来，拜拜。来，这个酸利勇老师可能有一点点不太了解哈，因为之前我们有在赠送酸利勇的时候，伊可能无提到。哎，昨昏呢来伊拿遐是讲，好像觉得这个味道比较重，用在番茄又怕采收的时候，嘿气味相当，所以伊想讲无换在三片哈。那我就想到当初四美八干呢，就送优美素，不然换这个啊。所以呢是讲这物件要用，卡里上啊是讲。在用原来的东西，就因为那个酸利勇，但他没讲味道是真的蛮重的哈、哦。来，老师，因为大概那是提这种物件出来，拢有好朋友讲，那个炒菜哦，你唔免欠香哦。讲哇，不然你提这個、来，我即马用菜拢唔免欠香哦。但是你一转去了见光过，其实你卖讲随转随菜啦吼、哦，这是。那个味道呢，其实很快。咱咧装的时阵有味无？对吼，但是那是进耕，并讲你家己稀释吼，在800倍、500倍安尼，甲装过了啊，无水菜吼，水菜嘛不要紧，只要卖水甲吸掉咧吼。啊，小火通风一下，其实啊，还是无啥物味。但是咱咧片的时阵吼，迄味真重，迄罐的一个味真重吼。其实这个物件吼，目前伫葡萄牙已经是伊还蛮出名的哈，就是讲，因有发现哈，伫草莓哈，草莓一只个诶，一个，伫日本因提来做草莓灰霉病诶，一个预防，哦，啊，这个感冒病吼，咱也已经咧办啊，对无？啊，你迄阵搁拄着灰那个乌阴天啊，咱无介严重啊，迄阵凉凉冷冷湿。个冷的时阵，是不是足够得灰霉病？哦、啊，所以你也当用这物件去甲装啊，伊就较袂得灰霉。哦，这个目的是伫遮，话讲迄转转的糖吼、哦，较袂挖来吼，迄、哦、有迄个味吼、哦，有诶糖就较无啊。迄这是无唔对，有这种的效果，但是迄一两工尔，伊迄个那咱咧转农药的时阵，有当时啊，你隔你药啊都咧泡吼，糖就走啊。药啊！你泡的时阵，底下你拉拉拉一片着，迄个鼻用风吹嘛，闻着味就走啊。所以咱药啊，转安尼芳，尤其芳啊上明显，芳啊足好飞嘛。所以转了啊，伊都闻着味，即卖伊就先去边啊歇凉，等明仔后日呢，这药气较贵，伊就过来啊，嘛是赶快过来，对无？转落就计为好兵讲，啊，就转两三工尔啦，然后嘛过来，啊，这就是安尼，迄、那个味道就是无法度。所以你讲用这个要改做制痹剂啦，吼、哦，等于可以。啊，糖袂挖来是袂，但是伊个效果吼，这效果就是咱提来啊做这个伊上大的就是讲你做这个草莓，这个灰霉病吼，这其实草莓伫葡萄牙，即只加西班牙、葡萄牙加应用足大个啊吼啊，所以目前咱是提来讲做一寡这个病害的一个属性的这个
吼，这效果还可以。尤其你也是已经在办了吼，啊，我不爱去甲用安尼吼。啊，你讲无完全无味，有的人较敏感吼，那真的鼻子很好。其实我唔是好鼻塞，我拢鼻未出吼，所以这就较歹势吼。所以你讲啊，不然你甲保证保证无味，我唔敢吼，但是确实。那个味道也不重，那个味也不讲真重哦。但是就是讲，有的人还是闻得出来，讲哎、欸，你是啥物物件？我讲啦吼，即马大家人拢啊咧讲这个，这个药安怎吼？这啥物农药安怎？安怎样啊？迄安怎样？我甲你讲，你那是你啊，咱用心良苦，用心计较吼。这个伊嘛甲你嫌讲，迄糖糠糖真济安尼，嘛是同款，所以。有时候这个没有办法，消费者其实对于这个物件迄个认知吼，拢要个无达到的。这款你那像，所以你这物件就是咧用吼，大概是平海，那是讲小番茄呢。咱咧做一寡即个已经咧采收啊，吼啊，一寡病咱咧转袂倒，有时啊无啥爱用药啊，吼，这个时阵你咧用呢，这效果其实不错，白粉我那会使吼。这种物件是安尼，这是一个。还蛮在欧洲非常出名的吼，非常出名的一个啊，这种生物农药吼，生物性的这些农药，啊，这咱提来用啊，有一定的这个效果的嘞吼。啊，所以那是有你当经验看卖者，啊，只是讲可能会惊迄个味道吼，这咱也唔敢甲你挂保证吼，所以啊，咱嘛够其他物件通好用啊，最近像迄个细片水，真侪好朋友用用的，就感觉讲哎，你阿哥有一点啊臭高就薄哦，所以，但是这个物件你唔通单调病下来用哦，这千万唔通是。我讲，以四片水来讲，调病来用，要够有伊加减要够效果，但是吼，上好是卖安尼啊，吼，咱真正来讲病吼，拢好乜唔通我调调较要处理啦，调调较处理呢，拢足忝。所以这是一个以防伫防治上的一个概念啦，吼，这伫遮，个朋友呢。小做者即个参考吼，即大概是安尼即情形啦吼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讲，迄个眉吼，眉的即部分，你会当伫乌阴天的时阵啊，来使用啦吼。就讲那较乌阴，咱迄个眉，因为感冒病吼，伊的迄个色泽的即个表现的时阵吼，当时啊病毒呢，伊是最应该也不好进行嘛，把他们好朋友小看有去探讨过吼，讲只是讲。这个理论吼，拢有法度去讲啦吼，大家拢知道。但是要改用一个较简单的图去改表示的时阵，没有那么容易。好不容易，今嘛咱有找到吼，所以不过去荷兰因上课的时阵，你得用到一个这个钾、钙、镁、钠吼，这四个吼，钾、钙、镁、钠这四个离子的这个。这个浓度的比例吼，伊、有效浓度的比例，还是啥物情形的时阵，感冒病的会有病毒会安怎，有啥物款的这变化吼、因为即马伫欧洲因出现一个这问题嘛，因为你若以荷兰的种法吼，种法拢足好食，拢足好食，拢感官迄个味啦吼。欧洲人讲足好食，咱去食着，我们错个干那个啊歪，迄阵我去参观这个伫荷兰吼。跟比利时交界的一些所在，有一个叫做番茄世界吼 ，Tomato World 哈，这个所在吼，还是比爱钱吼，一间温室啊去看足侪种，干嘛要去参观因的这个温室栽培啊，去看足侪这个番茄安尼吼，甲咱讲，那是全欧洲上好食这个小番茄，这是啥物？偌好食这个小番茄哦，这只要有食过咱台湾的这个玉露啊，这个品种的哦。大概食食，大家拢海头啦，讲好小吼，这也无影无直接，遐咧偌好食呢吼。但是对欧洲来讲，因可能就真好食吼。但是这种物件就是因慢慢因嘛去意识到这个问题，所以因对这个镁吼，尤其是镁的这个部分的这个重视啦。就讲咱较早咱拢较无去注意到这个部分，因为伊若无欠，咱嘛唔知影讲。伊是毋是爱个吼？但是这个量，这个镁的这存在，对于病毒的这累积，这是有一定的这帮助。就是讲，咱即马咧栽培的时阵，伫土壤内底，其实咱像日本甲台湾，咱即马咧用的拢是一种叫做高 EC 栽培法。就是讲，咱这个土甲许吼，拢较 EC 值拢较高，
啊 ，EC 值较悬的，较咸吼。EC 值较悬的时阵，你食水食较袂掉，所以迄种感觉味的较好食。啊，所以有迄个味的存在的时阵，就会有独特的这风味。所以这个酶吼是蛮重要的啦。这个啊，比味道上的一个这个表现吼，味的一个表现其实是蛮明显的。较早咱可能会特别去强调一点点辣，但是辣吼色不足敏感的吼，就讲。稍微一点点敏感，伊就会出错哦。所以一般这个钠呢，咱通常会较细致啦，就会很小心，因为钠哦很敏感，伊啊比较超过，做不得三量就有急速的这下降。但是有一点点啊，真正给较好吃。所以海口伊并无三量，但是拢袂歹吃吼。咱有一位朋友吼，啊，这个陈小姐嘛吼，这个。那一种诶，一个即个番茄吼，毋是油女啊吼，但是呢，比如讲陈蜜香啦吼，也种幸运诶啊，是吼，种这物件，反正一种秀女啊，这种品种吼，都有一个很独特的迄个味道。当然，你家庭经过这是第一啦吼，搁一个就是伊迄个海口诶即个所在吼，伊伫南昆山边啊吼，因兜就是伫南昆山边啊，过一条路过到南昆山遐吼，伊味道就是很特别。好，就是一种有一个咸茶啊，一种独特的这风味哈、哦。所以呢，这可能就是以这个口感上的一个表现哈、哦。你起码有一个讲法，就是讲，钠跟氯的这个存在的时阵哈、哦，会让味道一个麦的要较脆一丝啦。所以吼、哦，伫较山林种的这个甘麦蜜通常较水吧，伫海口这边种的甘麦蜜尤其肉乳啊吼。有一种足特殊的迄个口感哦，尤其像这个啊，布袋这边水拿这家家哦，因为那有一种六卡房山完啊，差不多当季哦，这方山羊较低，但是伊有一种独特的迄个风味安尼吼。但是这内底恁味也无够吼，伊迄个物件迄个味道的造起啊吼，所以这个味呢是用伫这个所在啦吼，所以啊，你也当小做些这个处理哦，这大概是安尼吼。那另外这个。这个十二十这个啊，这个 B 的啦，吼，等于讲十二十这个 B 的，喂，有啊，有听到，有听到哈，有十二十是3.5，咱咧讲的四镁八钙这个物件哈，那这个物件是安尼啦，吼，就是讲实际上哈，一个会当好个朋友小知影者，就是讲这个物件不是讲用伫宅啊，吼，等于讲它其实就是一个。要取代吼，要用伊来改啊，即、這个取代呢，即种叫吼、哦，取代伊的一个一种平均肥，因咱较早拢用20-20-20，伫荷兰伊嘛是安尼吼，所以因即马咧种的时阵，因20-20的肥料吼，拢敢用一遍，大概一次两次，顶多不会超过两次的，就是讲伊细长迄阵，伊互伊留啊卡稍微用一下安尼尔，过来伊就。伊就甲即个磷就降低啊，所以通常伊就啊去用迄个钙钢镁吼，甲伊互伊啊，因为你磷啊一个降低，伊有当时啊会较软丝嘛吼，但是呢，把那个镁钙稍微提高的时阵，伊迄仔啊佫袂伤过头软，啊伊嘛无迄个叶啊老化的一个情况，所以即马伫欧洲的这栽培，即马可能拢较流行一种的一个啊，大概这个比例吼，可能以后很有可能会取代15-15-15-20-20-20这种的这物件吼。那所以这当好咱好朋友呢，小做一些参考啦吼，就是讲啊，这个大概咱看到应该是当安尼来改这个应用吼。那你也是讲一礼拜一遍的这个用呢？算你要改补吼，应该是卖两下东西去啊，唔免讲大概两行拢染做灰砖，因为你两行甲染做灰砖的时阵呢，是不是咱迄是12-10哦，然后这个有可能爱小计算一下吼，因为这个物件吼，是不是有必要讲安尼到尾期啊，搁咧用吼？最主要当然，咱那是要补钙吼，并你也当用海藻钙、用氨基酸螯合钙还是虾米款吼？并讲啊，我到即马即阵啊，拢咧做甜，拢用17啊咧做甜啊，其他的这物件色水吼，并讲像转色嘛，无啥敢用，迄项嘛不敢用，迄项嘛不敢用。所以呢，变作就是讲，伫这个使用的这当中，爱做一个调整吼。所以我的建议是安尼啦吼，就是讲。伫咱拄种落即个时阵吼，到
到你第一个花，一般第一个花咱无咧甲做甜啦吼，大概就是讲顺其自然。因为第一个花，除非你种作慢的，那是八月初种的第一个花，迄就是拄好就好啊。你根本也免伤过头要紧嘛吼，所以啊，基本上是安尼这個、情形之类吼。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讲，我个人认为吼，这个物件就是安尼啊，就是讲你因为钙镁伊些物件提来做啊前期的一个生长的这使用吼，啊，然后你。你十七在做甜的时候，你会当小做一个节奏，比如讲你即马慢刷慢一遍，啊，你一礼拜，啊，你一礼拜就用这个啊，这个四美八钙啊，后礼拜用十七号啊，还是讲十七号四美八钙，因为你大概拢一直该用十七号吼，迄、那个会变较细粒啦，哦，果会变小，产量有可能，因为去加足管的嘛，吼、哦，所以有可能会去影响到伊的一个产量安尼吼，所以。啊，这方面来讲，会当好朋友稍注意一下安尼吼。啊，因为这个磷吼，咱有讲过，伊是一个独特的一种聚磷酸的一个名名，就是讲啊，伫荷兰因嘛意识到这个问题，因为这包原底设计就是要让你转血面的。哦，伊这种物件就是专门要转血面啊，专门针对叶面肥咧用的一个磷，好、哦，讲伊是一个营养的补充，啊，伊嘛是足惊伤过头性诶，去影响到迄个产量诶这个问题，所以伊有一部分是即、這个啊特殊诶即个磷诶成分，所以在叶面上吼、哦、还是会吼、哦，只是讲伊含一般诶即正磷酸盐即种物件是稍微好一点点吼，即、哦這个较未遐严重，所以但是你两行蓝藻花咧种诶时阵，你要注意比例啦，吼、哦，比如讲你未使。啊，你袂使种啊，结果可能一千安尼拦起来就变五百，哦，你若一千，你就变五百，所以你讲，你会当讲，我即你若两行要落去拦，你会当讲，我即、這个啊，即、這个许用较济，哦，比如讲我即阵啊，乌阴较济，啊，我就甲即个钙呢，即阵啊钙哦，甲补较济咧，啊，你即摆为什么咱一直咧强调钙用伫头前哦？因为过来较凉。天气较凉冷的时阵，伊就较袂欠钙。啊，即阵拢会欠。啊，早的即一两水花唔能叫欠，因为你即阵若叫欠钙，伊会去影响伊后壁发芽分化，迄个产量会较无遐好吼。其实感觉面吼，我种即两年、两三年安尼落来吼，种几啊水，因为一年种两水嘛吼，一水伫平地，一水伫山林安尼。我个人的一个看法，我感觉无量拢无机会啦。只要偌好食拢甘平拢。拢干那探名声尔，大家拢讲恁迄真好食，但是算算落地啊，拢无半色。吼，这样呢，实在是探迄个好名声呢。吼，啊，别人呢，啊，乌白白啊，拢讲，这种干妈饼也无影偌好食。呢，吼，这大陆起码做者山寨版的这种啊，这个小番茄。吼，人那么讲，这种迄干妈饼嘛无偌好食，啊，其实无干。啊，人食着咱种的，就讲恁提的太食好食，啊，这样问题就大啊。这个问题就出在这里。结果咱。探一个名声，人探钱，所以算起来原来是要有产量，所以要怎在这个产量跟到这个品质中间取得一个平衡，可能是咱在这个栽培里面要更加认真的一个这个所在啦，所以这目前是我个人看法是，所以你这两项尽量是卖蓝藻花用，啊，你若要蓝藻花用，你会当讲哎，一个拢一千安尼。加起来变五百倍，其他都唔同个蓝，安尼就做重嘅五百倍许就贵到 OK 啊啦吼。啊是讲你会当讲我即个许一千啊，即阵啊可能较细粒啊，我即、這个啊即、這个十七啊，我改变做千五倍安尼吼，安尼卖晒啊。哦，就讲、是、迄个比例，咱两行咱稍来改即个做表现。哦，不过你那是拢同时要两行拢用啊，即阵啊，即个较济，即阵啊，即个较济，即阵啊，即个较济，即阵啊，迄个较济，然后但是就是一千千五底下改变，一千千五安尼咧改变，安尼拦起来吼，伊、哦、差不多伫即个五百倍多一点点吼，等、哦、差不多750倍安尼，安尼咧用作安全的吼、哦。伫遮再就甲咱所谓空中好朋友强调一点吼，肥无够咱会当补吼。肥伤济是百年的伤到，要伤到的机会足大啊！咱若伤到呢，啊，都拢无采咱咧转药啊！哦，所以这是我一个看法吼，跟我咱，提供咱听众朋友小做一些了解吼。对、哦、这个应用，若是各有啥物无清楚呢？啊，咱会当个来个进一步的一个讨论吼。嗯。